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佳。我是小妹。明天就要出发深圳了，去厂家看一看那个充电器的品质。即使再小的东西，我觉得都要去实地去考察看一看。看一下它的制作过程，有没有放心不质量保证？然后过去再订点货，以后哪怕等着它再发快递过来，这样还比较放心。这会儿中午先吃个饭、啊，临走之前吃个杨凌蘸水面。好久没有吃，但是面就这样吃。你知道这一碗是几个？两，让大家猜一猜。一共只有四根面。四个面这么多？一共只有四根。蒜泥啊。蒜泥西红柿吗？小麦还是煎饼稀饭？是这么清淡。护照、通行证哪里？说不定还去香港。哪想的？想的，奇怪，奇怪的。那小妹还挺热的，咱俩短袖短裤。明天过去刚好周六周天，然后他们工厂有人买。有。有呢。如果没的话，你就。不行，先逛一下，或者去香港逛转一天，然后周一再去他们工厂。工厂人都不休息，我安比脸还要大。燕子都跑进来了。我们有点下雨。到家了，小佳把他的通行证照准备一下。过年的时候跟孟门倒是咱一块去办的，护照还有港澳通行证当时一块办的。护照就比我难了。我看网上说护照带上好像有的地方挺方便的，万一去香港的话还能用上这个通行证，这我的通行证。当时幸亏一块办了，关键是深圳离香港太近了。这个是我的护照看，咱这就是白本嘛，白本如果去一个国家他好像给你摊个章子。当时感觉还有你都办了，幸亏当时有个网友提醒，别忘了给韩寒办，我差点以为小孩不用办。我看上面写的是每次去香港逗留不能超过七天。下雨了，去超市买点菜，晚上好好做个饭，拿点辣椒，晚上做一个尖椒炒肉。买完菜，真好好上学。我这也累，这个地方可以玩吃一个。就中午的。通行证，拿这个要去香港。香港有迪士尼。迪士尼。对，你最想去的那个迪士尼。不是上海迪士尼。上海也有，香港也有。你要啥东西，爸给你带回家。你妈妈给我打个电话。给你打个电话，你就上去看了。然后你还要去香港，有时间就去了，顺便看一看。带我？带你？那你走，跟我走。得。你上学呢？你看香港有啥玩具给你带的？乐高。我去香港找一找。你们俩上不了飞机啊？到时候拿个快递给寄回来也可以。坐飞机呢？可以吗？这你要坐飞机去啊？那咋了？那你以为咋去？我为坐过飞机让我坐一下呗。你要去？你要去？那给你老师请。你老师说你干嘛？你说你要坐飞机。哇，饭做好了，酱黄瓜，炒豆芽，辣椒炒肉，还有虾。尝一下我做的酱黄瓜。你买面包香肠，装起来面包香肠一家，吃个香蕉还有酸奶。这个还有造成吗？又造成，你们父亲没听过啥？又造成。爸。嗯。你坐完飞机给我们，给我，在飞机上拍个视频，然后给我发过来。可以。我要看一下飞机是什么样子。还没坐飞机呢。你再往窗外拍一眼。可以。往底下拍一眼。
还在写日记哦。明天爸爸就走了，晚上就跟你妈在家，门要锁好了啊。嗯。